你说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该死的人，都千方百计地想活着，你为什么不想活了？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蠢吗？长青，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数枝故乡人，十二年春已过，万事驻留去，也顺岁月蹉跎。 长青，不是说去别墅转转？不急，你先陪我下。走吧。哎，等等。你看里面是什么？哎，别动。 长青，没事，这样蛮干，又伤到自己，该怎么办？他在生气，好吧，我走了。你总是随口一说，今日山下热闹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你啊，我会卖给你，尝尝看。你若觉得闷，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去那里看看。我们在这里等我。 你说你这一辈子都不能在一起过，阴阳未定，拉钩上吊，两人不许变。希望天遂人愿吧。但凡喜有之人，只要我想做，谁又能抵抗得了天人合一的诱惑？就一定做得到。天残地缺。 六合心法，若真是什么好东西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不给他呢？长命山上皆无青年。要两条鱼回来啊！倒是唯有向死而生的这些日子，晚上我要喝鱼汤，多少有些滋味。世人之所以得逞，非也就那么几种：伤心，他想见的人再也见不到了，索性躲起来，谁也不见。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！爱过，走马去兰台。 看不见悲欢离合，桃花都坠落，春秋都坠落，最痛竟是梦中那一刻。长青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等他成亲，良辰吉日已经选好了，我们夫妻一直陪着，你说可好？ 天人合一，终究难逃天人的魔掌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出来吧，都学会偷听了。长青，以后你想去哪儿，以后去哪儿都可以。我陪你游戏人间。大魔头融雪在青崖山浮出。 你别见别人是好苗子，别打歪主意啊！我还见过更好的呢。这里是小屋城。长青。 才不会走散呢！什么万一？不许说，不许你说！安心少年时，总有少年。